我们又不是什么去走秀场，对啊，我觉得没必要。我有放在主页，就是我那两个都有在展示，展示在主页，是不是也他们关注了以后才能看得到啊？就我都设置了，你们交给我的我都设置了。嗯，也。欢迎新的粉丝团成员的加入，大家现在都不用可以加一下我的粉丝团。那是因为我们等级太低了吗？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啊？ 我不太清楚哎，我们俩挺高的，我一八六，他一八二，你可以把我吹高一点吗？你每天都让我吹高一点，昨天说一八二，昨天说一八二是真实身高，那好吧，你得说就是一个不可能，好，那一九零，幺八八吧，吉利一点。你觉得呢？你不要脸了。 为什么不要脸？我脸长，自己脸上为什么不要脸？我要谢谢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团成员，谢谢大家。幺八二是事情的身高，你看这个就是昨天有在看我们直播的，就能记得住，超级好的好朋友，对对对，是朋友，是好朋友，是男朋友。需要设置门槛才能放到对，我设置门槛了，我调成了，需要关注我，然后才可以进去。哇哦！ 这么低的门槛，对，好像说超话就是在审核中，但是超话之后期好像有点长，这个得具体有到一会儿下去问一下小魔仙。嗯，对，老魔仙呢？老魔仙一会儿下午了，一会儿要睡觉了。哎，对，老魔仙呢？老魔仙今天没在我们直播间。有管理员吗？有，我们管理员就是我们的西柚和我们的赫赫，鲅鱼的发色是什么？好显摆，对吧？我一直有发色，好像是橘色。 茶色，黑茶色，黑茶色，我买的是那个泡泡的染发膏，是你给我买的吧？是哪个牌子来着？那是我自己买的，什么来着？忘了，忘了。我那天这是泡泡的那个，就那几个牌子，不是那个，那是哪个牌子？我不太记得，你们搜一下就有，就是能搜到，直接搜到黑茶色就行。它上面应该不会写吧？我记好像写的外文。 是不是有泡泡的？我之前用的就是那个染不上色的那个。<笑>染染大合用。<笑>就是我之前头发当时不上色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非常的粗。咱知道在一起吗？知道在一起。对，咱你头发真的很硬的，现在。我打了发，我今天喷的发胶啊。不是你，我是说你本身的发质。发质本来就偏硬。啊，它发质很好，就很精致。这个发质很好，我知道。但你现在没法染。哦，对对对，花王的花王的花王的。吓我一跳。花王的。不过你现在也没机会染头发了。对，我现在也不太爱染头发，而且其实我本来的发色，你们可以看到我本来的发色就是。 这个不是啊，就是因为有阴影。当等着的话，我本来的发色就是偏棕色的，就是我不是这种石黑石黑的发色。我好像天生头发就是那种偏黄一些的。你们可以看到我就是新长出来，全都是不黑的。可能是之前漂头发上头发了吧，就是上发丝了。哇哦！眼睛红红的，可能是因为我离屏幕太近了，我离远点可能会好一些吧。主要是我的这个最近可能有点熬夜，我的这个。 下面会有点泛红，别翻了，你等下，你应该手本来就不是很。我刚刚用消毒水。你刚才哪儿弄消毒水？我刚才在厕所的时候。酒精那个。嗯。谢谢大家关注，大家就是手里有小礼物的可以给我们送小礼物，就是可以抽一抽欢乐盲盒，咱们也可以抽个大礼物，以后少熬夜吧。对，其实我在来上海之前，就在正式做视频之前。 我有一段时间生活可规律了，是吧？我们两个就是，我们现在就每天熬夜熬的可晚，也挺规律的。对。鲅鱼会给浩南包饺子吗？他不会包饺子。我会包饺子。你想学？就是我说不会包饺子，是因为我这么久都没有做过。我记得就是很小的时候包过，但我不太会包。当然，我现在有可能会包了，因为我现在给他们做饭都是。 从小红书看一遍就开始做了，其实应该现在会好一些。不能说。哦，对，某叔，我听说。还挺厉害的吧？他每次都是去看一遍，然后基本上就会了，就会80%了。然后第二次做的时候就特别。我们能对视十秒吗？我们可以对视十秒，但我们对视十秒以后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回答你们的问题。要不您下播前我们对视十秒。嗯。好吃吗？做的菜？问你的好吃吗？好吃啊。
就是嫌你做的少，你除了做的少没别的毛病。之后的快问快答五十问会发到其他的这个，比如说小破站啊，或者是某博，然后还有我们的抖音，但具体要看哪个审核能过会发。是的，是的。对，然后关新进来的这些朋友们可以去给我的视频，不是置顶的第一条，就我们今天新发的视频，给我们点点赞，然后也可以分享和评论。然后评论区有一条置顶的我的评论，就是大家可以把想要问的问题放到就是我评论底下去回复我，然后我会让沙浩南就是会艾特他，然后我去让他翻一下，然后全都记到我们的那个备忘录上，然后我们会过滤到重复问题，然后最终选出五十个问题做视频给大家。就是录日常的 vlog 了。